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شيخ ويزيا جيكوان يي تشي زان سون شوان كوي ان لا جون شي جي دا جو ان لا زي كولن جين جون شو ان لا دي تشي مين رن كون بين شين شان شي زي تشين شو بين جين رن ين لوان زو ار شي با دا تا تشوان لي ني مان يي بيان ني مان即去教会。我先生万路非说我有安拉独一无偶，我先生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地生对社会的崇高解释，圣人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凝聚力稳定的秘密。破坏社会结实体系必定会破坏社会的和睦气氛，使社会分崩离析，使社会成员反目反仇，不建立在美好价值观和道德基础上的社会是绝不可能是复兴的。毫无疑问，我们宗教非常重视加强社会凝聚力的社会价值观，享受高尚的价值观和具有美好的品德是至高伟大的宗教的基础。人如牧师所说，为了完美世人的高尚品德，阿拉拜前了我。社会价值观有多种形式，其中包括：一、由于个人和社会的合作和社会团结互助的价值，国家的统一要去远离人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因为所有的人为平等，没有肤色和国籍的差异。除了因为安拉的种子以外，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相等，黑肤色的人与红肤色的人相等，这些行为会造就一个建立在团结基于和诚实的基础之上的结果紧密基础坚固的社会。正如安拉所说，你们当为仁义和行为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牧师在很多圣训中表明合作的价值。牧师说，牧民在彼此有爱、关心和连续方面，譬如一身躯，一切不是肉身为之不眠和发烧。又说阿沙里在做上事，如果干粮不多了，或者家里粮食不多时，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食品全部集中在一块布上，然后他们用一个器皿平均分配他们吃我的叫声，我是他们的一员。而英雄乞丐奉献和牺牲的价值，因为这些行为都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温情、亲爱、热情和博爱，也能在同一社会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正如牧师所说，你们警方在意，因为在意是最不诚实的话。你们不要打听，不要窥探，不要相互印证，不要相互嫉妒，不要相互憎恨，不要相互作对，
你们都是阿拉的仆人，互为兄弟。如他所命，又说穆斯林皆为兄弟弟兄，既不能相互迫害，更不能彼此出卖。反帮助其兄弟时，阿拉必援助他。谁的穆斯林解决某一项困难，阿拉必解决某在末日之困难。谁庇护以穆斯林弟兄时，阿拉必庇护谁。三，伊斯兰教所鼓励的社会价值之一就是关怀弱者，照顾穷人、残疾人和孤儿，尊重老人，因为照顾他们是一项宗教、民族和人道主义的义务。穆神把孤寡、贫穷、贫盲的人视为为主导奋斗、白天奋战和以做礼拜的人，他认为民族中弱者的存在对他们的仁慈真实人生敌人的原因所在。牧师说，为孤国贫穷贫盲的人，要如为主导奋斗的人。我记得先生还说，要如不间断的礼拜者和不放弃的奉献者。又说，唯有贫弃人民中软弱无能者的面粉，你们在民族的援助和供养，伊斯兰把残疾人的成就视为失去的额外力量和他人的榜样。所有伊斯兰允许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之有效作用。Ibn Umm Maktoum 曾是穆神的选礼员，他是一位盲人。穆神曾经让 Ibn Umm Maktoum 留守麦地呢。我说了一声这些，求阿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赠送传归阿拉中使者的主。各位穆斯林，伊斯兰教所鼓励最重要的社会价值之一，就是我们报告一个小时之前应当弄清楚，加以考察。伊斯兰教法鼓励坚守这种高尚的价值观，并警告三不谣言，因为三不谣言的目的是破坏整个社会结构，并把绝望主人在公民和青年人心里。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小时，你们应当弄清楚，以免你们无知的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穆神说，道经图说罪业变成罪恶，施舍前伺候言，于是先言后事。穆神说，谁信仰阿拉和末日，他是说好话或者沉默，最美的成功就是坚守社会价值，因为这些行为都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温情、亲爱之情，也能在同一社会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主啊，求您引导我们与最美的平行吧，只有您才能引导最美的平行。